家早上好，今天这个视频是一个跟我上班一天视频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一天的 vlog。 然后我觉得后期我可能会做一个后期配音的方式做这期视频，因为在办公室就是很多老师也不太好意思去一直说话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现在准备上班呢，现在时间是7:12，对的，通常基本上呢我都是7:15就出门了。对，我现在就准备出门了，给你看一下我上班的穿搭。我觉得自从我上班之后，我之前穿的衣服的风格变得挺多的。首先上面是一条酒红色的衬衫，这是优衣库的，但它其实这地方有点大，所以我就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住。然后下半身就是黑色裤子，没了，然后背一个黑色的包，就这样子。我已经很喜欢穿短裙啊短裤啊，然后现在上班了就没有了。走，上班去。回到办公室就是大概是7:30了。其实我们学校饭堂是有提供早餐的，但是我那天前天晚上买了面包，所以我就没有去饭堂打早餐呢。其实平常的时候我是签完到我就会去饭堂去打早餐回办公室吃，因为每天都要面对很多学生，并且有时候甚至会需要大声的喊，所以喉咙的话的确有时候真的会受不了。所以现在我很养生，每天都会自己泡一杯菊花茶。然后录视频那一天是周四，早上有3节课，下午有1节课。然后通常还没有到上课时间的时候都是在备课备课备课，对的。那么至于怎么备课呢，其实也没有说很难吧，就是看一下教参啦，然后上网参考一下别人的教案啦，再结合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上课情况去安排一个课程，安排好之后呢再把它写在备课本上。但其实到真正上课的时候，上课情况和我备课本就安排那个行程不可能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基本上8-9不离10吧。带课本教材，然后 U 盘里面有一些课件啊，或者是一些多媒体的东西，就差不多的。立住！立住！走！走！我们换个方
间早上三节课都完成了，然后我现在得要回办公室拿我的饭盒去饭团打午饭。吃完饭之后我就会吃几颗保健品，就是之前 P 幺帮我开箱出现过的，但这个应该不算推广嘛，因为没有钱，只是他们的 P 幺经常给我寄一些产品而已。我和他们的 P 幺小姐姐说了我准备录一个上班的 vlog， 他们就说好啊，然后给我寄了一个开学的礼包，这个礼包就是里面有四瓶东西，其中的三瓶就是我现在正在吃这三瓶，它是有助于这个视力记忆方面的，我觉得挺适合学生或是上班一族的。第四瓶是我最喜欢的睡眠胶囊，就是我平常睡前就会吃两颗，我觉得真的挺有用的。一天到晚说从早说到晚，而且别人的东西永远比自己的东西好看，永远都要看别人的东西，这么关心别人，自己管好心好不好，先把自己管好再管别人。然后今天这四节课终于完成了，然后这也是差不多我一天安排吧，就这样子。平常有时候最少课的一天是周一，只有两节，然后最多课的一天是周二，有五节。然后现在是4:15，我也差不多收拾一下东西就可以下班回家了。然后我发现我今天很多东西其实不是用手机录的，但是手机的像素比以前的会下降很多，就是没办法，我不可能在上课的时候把这个相机掏出来，对不对？而且办公室的时候很多老师，现在是放学了，所以又没老师，我才敢在镜头面前再自述。嗨，我回到家了，今天上班这一天就结束了，现在是4:45。那么通常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呢，都是去先看一下宝宝，因为他一个人无聊待了一天，我去看一下他。宝宝，宝宝，宝宝。宝宝，看一下我，宝宝，宝宝抬头，宝宝，屁股又大又圆。然后每天下班回家就超级饿，我们去冰箱看一下有什么吃的。有这个冰皮月饼、酸奶，还有一些糖水，然后。龟苓膏，哇，这个视角真搞笑，从冰箱里面看我。值得可以去试一下，所以无论结果是怎样都不要紧，但是好好的经验。准备吃饭，因为等一下我7:30要做瑜伽，所以我现在要早点吃饭。吃饭之前先问一下小包吧。小包包。吃晚饭啦！妈妈刚给她剪头发，然后整个头型非常小，圆头小包。你是圆头小包哈，你就是圆头小包。然后加上最近要换季嘛，所以它掉毛挺严重的，所以我就拿梳子给它梳个头。它其实有专门的宠物的梳子，但那个坏了，就随便找一个梳子，就给它梳一下毛，梳一下头发，好吧。
吃完饭我再换衣服去瑜伽了。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的瑜伽设备，首先是这件运动内衣，超级棒，我觉得真的太棒了。比如说我们出了汗之后脱衣服就很麻烦，那种前面拉链的就非常的好。这是什么牌子我忘记了，但是我会把它打在屏幕上，它是一个很出名的牌子，我在他们的天猫旗舰店买的。然后下面这条呢就是一条瑜伽裤嘛，它是迪卡侬买的，好像是99块。那么这个运动内衣稍微就贵一点，好像是要200多还是300多的。好，我先换衣服。现在是晚上的7:15，我现在要下楼去做瑜伽了。每次去做瑜伽都会提这个小袋子，因为它真的太合适了。哇，超级无敌爆炸黑，我现在赶紧走过去，因为稍稍我就迟到了，走快点不行。我觉得我刚刚从房间跑出来，我还没开始做运动就已出汗。那我现在先上课了，下课再回来跟你们说。